Hello everybody, 我是 3ZeroDLX 的钢珠钢铁蜘蛛侠。面对一众竞品，我有什么优势之处呢？首先我是合金关节，体重107克左右，把玩手感阻尼什么的可谓相当之好，漆面很带感，金属味很重。其次我的可动逆天，大腿能拉这么老长，你想要的姿势我都有。有的钢筋不禁要说，那这不是会穿帮吗？哎，你妈有就比没有强，你妈摆出来姿势好看，自己找个不穿帮的角度总比摆不出好吧。钢筋，我真想一蛛丝护你脸上，头、肩膀、胳膊、胸腰、腿、脚，就是后仰有点受限，身高16.5厘米，与托尼史大克站在一起也比较协调，但是腿要拉直，哦吼，更高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其实还原度，一般，还行，但是确实帅，随随便便100，哎，就是一个好看。特别你要再掀开我的背，插上4根爪子，哦吼，帅。爪子也是有很多关节可以活动，插到里边也很紧，很舒服。4对眼睛，3个 blue 1个 red， 拔下我的头，用这个小棍棍替换。5对手型，天双拳、握住丝、B 杯、F 杯，真的爱你。6条蛛丝，2长2短，一个荡漾的，还有一个呼你一脸，就是大小姐驾到，通通闪开。最后还有一个黑色支架写着我的名字，艾尔斯拜德。我是一个不错的玩具，好玩的玩具，耐操的玩具，有质感的玩具，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玩具。如果你想要一个手感扎实、可动逆天，就算牺牲点还原也无所谓的钢珠，那么可以考虑我哟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求个三连，求个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 ，respect， 拜拜拜拜。